寅时刻将近，七日魂游中，至今世路收集着诸位今生的遗憾。入关前，请把今世的愿留下，不带着。 钱，我通道还给你。你为什么要买枪杀我？老婆，哥，我想你们。我不甘心，我要报仇。 为什么你那么傻？为什么你为了他去自杀？这明明就只是一场误会。别骗我！小红，你可以回来了。 我开心，是因为我看病的时候虽然很辛苦，但却过得很美，很珍贵。真的抱歉，让你难过了。 其实活着，难道只是为了挣扎，为了世俗吗？而死了，难道就能一了百了，了无牵挂吗？我想，此刻我们最懂，生命酸甜苦辣。 悲喜哀愁，一生又有何尽呢？过眼烟云，浮浮沉沉，一切也只是片刻的永恒。能举重就轻，知足常乐，好好的活着，便不枉此生了。 也许不是死，让我们难过，而是活得不够真，令我们遗憾。黑先生，给我们一次重来的机会吧。 不要等到生命的尽头，才来找活着的理由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
人，对不起，原谅我。爸妈，从我跳下来的那一刻开始，已经后悔了。考得多好多坏都已经不重要了，我现在只想回到你们身边陪着你们。